是好。首先，新病号建立。输入011姓名腹部检查，来按确定，探头选择，选择腹部探头，这是 B 模式，增益调亮，二维 B 模式，深度调节，这是频率调节，频率在关掉鞋部的时候。关掉鞋部，把鞋部去掉，频率才完了。恢复鞋部，安全。围踩。围踩有十种，这是 C 模式，移动轨迹球，那个取样框颜色按成变成黄色。变大变小，再按一下变成蓝色，固定。选择 D 模式，选择取样血管，按变形 up。基线校正角，取样容积的调节，检查完毕，按冻结。图像存储，二维测量，选退回，按冻结，选择测量键，按测量，按确认。再按测量，再按确认，选择结果，在屏幕的左下角，再按存储，按报告，检查完毕按报告。选择模块，
点模块。啊，腹部、肝脏，选择诊断，点入追加，绘图，报告图像，选择图。两个图，移过来，按确定，对着图片按确定，这移动光标到空白处按确定，保存，预览。对，打印报告模式，这是检查完毕，这是最简单的检查完毕。对，这个拍了一下 ，OK 了是吧？嗯。